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布，今天在现场第一时间大家来到了那个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质感非常不错，包括黑色和桃色的素皮材质也不错，主要一提的是它的质感。整体设计好像三个小木材的，但是它总体的材质要比它要好很多。总的来说呢，是看。除非那个你很用力的把皮给挖下来，否则一般不会裂。除非你手上有泥。小红书。